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清科注》第831页，830页，倒数第五行，大师名号。请看经文：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在佛陀教育里面，我们必须要清楚，佛陀、菩萨、罗汉叫阿罗汉，这些名词是古印度梵文里面一种称呼，相当于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圣人、贤人、君子，那儒家这么称呼的。啊，佛陀这个字翻成中国意思是觉悟的人，是翻觉者、觉悟的人，称之为佛陀。那么中国讲圣人，圣人是明白的人，跟觉悟意思一样，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他通达，他明了，这样的人呢称圣人。那么在印度呢称之为佛陀。啊，但是这个佛家里面讲上他还有标准，这个标准呢儒家没有说，啊，中国人没有说。那就是佛陀呢必须放下起心动念，啊，眼见色，啊，看得很清楚，没有起心动念，这称之为佛。啊，起心动念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则称为菩萨。啊，这是第二阶，第二层。啊，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人称阿罗汉。啊，如果说是见色闻声
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都有，就叫做凡夫啊，是这么回事情啊。所以佛菩萨不是神，不是仙人，不是天使，他是人。啊，那么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叫断德。啊，妄想分别执着会带给我们许许多多错误的概念、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看法。啊，所以佛法里面真正有修养的人，啊，他的心清净，跟我们经题上所说的，啊，清净没有染污。我们执着有人我，就是染污。啊，所以佛教要求学这个修学的人，第一个要把我放下，知道我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不能执着这个身是我。为什么？身有生死。啊，灵性没有生死。啊，注重在灵性的修养上。啊，不执着我了，就能做到大公无私。啊，起心动念呢，多想别人，不要想自己。啊，佛法终极的目标告诉我们，整个宇宙跟我们是一体的。这个一切万法从哪里来的？佛经上说的很多，说的很好，一切法从心想生。啊，那么这个说法被现代的量子力学家证明了。啊，所以近代啊，有不少年轻的科学家都在研究意念，就是起心动念，念力能量非常大。啊，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啊，所有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从念头产生的，啊，这是被科学揭穿了。啊，说明大乘这个经典跟现在科学里面所发现的讲的完全相同。啊，科学用数学高深的数学，啊，告诉我们有某些可能，然后再用精密仪器去观察，去把这个现象啊找出来。啊，比如物质这个现象，物质到底是什么？啊，被找出来了。啊，物质是假象，不是真的。跟佛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科学家证明了，没有说错。啊，第二个，物质是从念头产生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里头，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从哪里来的？都是从念头生的。啊，念头是阿赖耶的见分，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相分。啊，相分是从见分生出来的。啊，那么这个现在科学家的物质是搞清楚了，确实是念头生的。
啊，但是念头从哪里来的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念头的现象被发现。大乘经里面所说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这两句话被科学家证明了是事实真相啊，念头的生灭确实是这样的，频率非常的高。啊，念头从哪里？念头从业相来的。啊，业相是个波动现象。啊，最原始的波动现象。这个波动现象的产生，佛经上讲一念不久产生出来的。啊，一念不久没有原因。啊，没有原因表什么意思？暗中的含义就是说，它也不是真的。你发现之后，要把它放下，不要放在心上就对了。啊，放在心上执着它就错了。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这些年来，啊，在这个世纪确实是突飞猛进。80年前发现原子，在当时，科学家认为原子是物质的基本粒子，啊，它就不能再小了，最小的是原子了。那么在最近这80年来，终于把原子也能够把它打破。啊，它不是最小的。发现原子里面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啊，这样组成的。啊，那么再把这些东西都打破。个个击破，电子也打破，原子核也打破，中子也打破，啊，发现了粒子，称为基本粒子。基本粒子有几十种之多，这些东西还不是最小的，还能够把它打破。啊，打破之后，发现夸克。啊，也有几十种。啊，那么这些东西在佛法里面称之为佛教用微尘，叫色聚即微。用这一个名词，包括现在所讲的基本粒子跟夸克。啊，这还不是最小的。夸克还能打破，打破发现微中子，啊，微中子就是佛经讲的极微色，物质现象真正最小的，啊，它不能再打破，再打破就没有了。物质现象不存在了，啊，科学家确实把这个东西也打破了，打破发现物质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了。那是什么东西呢？被看到的呢？看到是念头的波动现象。这样才真正知道物质现象是念头波动现象里面所产生的幻象。啊，科学家得到一个结论，
物质不是真的，物质是假象，啊，确确实实，这个世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啊，假象。一切事实真相都在我们眼前，没有离开当下，叫佛经上说的，科学家给我们做证明，啊，确实如佛经所说，啊，于是科学家对佛经产生一个疑问，2500多年前没有科学技术，释迦牟尼佛怎么发现的？他怎么知道的？啊，2-3千年之后到现代，最近这20-30年才被发现。啊，于是乎，科学家认为，人有一种本能，啊，古人有。现在我们把本能呢失掉了，这个说法对于佛经上讲话呢也很接近啊。佛法的确是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有本能，而且本能呢非常殊胜啊。佛在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没有一个是例外的，所以佛法是平等的。啊，佛是什么呢？每一个人，这是华严佛释迦牟尼佛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就是本能。啊，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连蚊虫蚂蚁都是众生。我们今天讲动物，啊，都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智慧意思就是说，没有一样不知道的。啊，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完全通达明了，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在以前，我们用这些话赞美上帝。啊，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我们每个人都有，是平等的。啊，确确实上帝有，所有一切众生都有。啊，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迷悟。啊，觉悟了，在佛教称为佛菩萨；迷了称为凡夫。啊，佛教只是一个迷悟的问题，所以佛陀的教学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佛陀教学的目的在此地。啊，那么佛，好像是佛陀教育里头最高的学位，好像现在大学的博士学位最高的，菩萨是第二个学位，啊，好像现在硕士，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啊，像是学士，是三个学位的名称。啊，学佛的人应该先拿到阿罗汉的学位，再提升拿到菩萨学位，最后提升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如佛陀。所以一切众生啊，人人都应该证得佛陀啊，智慧圆满。那圆满从哪里来的呢？是自性里头本有，
不是外头来的，啊，外面没有一样东西，啊，自性就是真心，真心就是圆满的佛，啊，真心里面什么都有，能生万法，啊，能变现出宇宙，啊，宇宙是真心变现。啊，真心变现的叫一真法界。啊，我们迷失了真心，变成凡夫了。啊，迷失之后呢，出来了一个妄心，妄心的体是真心。啊，所以说真妄不二。啊，真妄也如啊，妄心能变，真心能现啊，真心不变啊，所以大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他们住在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人寿命很长，真的是无量寿，永远不会衰老啊！这个世界里面，树木花草是常青，树叶不会掉下来啊，没有春夏秋冬四季啊，永远保持着真常，啊，人生到那个地方化身，啊，不是像从小孩慢慢长大，不是的，它是变化的化身，啊，相貌庄严。啊，庄严到什么程度？实在讲，我们说不出来。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好有无量光。啊，无量光中能够见设方一切诸佛刹土。啊，那么他这个身，等于说是一个整个宇宙的缩小，啊，这还没有到究竟圆满，究竟圆满这个相没有了，变成光，光明遍照法界，啊，因为一真法界里头有形象，光明法界里头没有形象，净土中最高的一个阶层叫常寂光，这个里头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就是没有起心动念，也没有自然现象，啊，一片光明，光明遍照宇宙，啊，成佛呢，就是融入这个光明。好像某某房间有几十盏灯光，灯光都打开之后，光跟光融在一起，啊，分不开这个灯那个灯，啊，融成一片，啊，大光明藏，啊，化身菩萨到最后就是要融入常寂光，这就真的圆满的佛果了。那常寂光有没有用呢？有用啊，他与一切众生有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他就现象就应啊，现什么样的相随众生心，众生起什么念他就现什么相，
啊，确实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极乐世界把佛经上所讲的境界通通表演出来了，到那边呢，你全看到了。啊，你看到同居土，跟我们这边六道轮回差不多，但是他没有六道轮回，他没有造恶业的人。啊，他的同居土跟十报土没有两样，他的方便有余土跟十报土也没有两样，所以他有四土，三辈九品之名，但是他实实在在讲他是平等的，啊，完全平等。这个平等的理论，平等的因，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是因。啊，那么平等的缘，是我们希望亲近阿弥陀佛，以他做老师，向他学习，啊，他的确是个好老师，他善于教学，一切诸佛教不了的学生，他能把他教好，啊，所以诸佛尊称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这是对他的赞叹，他确实有这个能力，啊，能够帮助我们。这个经上讲的很详细，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点点滴滴。啊，那么这一段呢，是介绍到极乐世界菩萨很多，但是有两位菩萨很特殊，特别提出来为我们介绍，一个是观世音菩萨，一个是大势至菩萨。菩萨众里面的上首，啊，好像是班长一样，啊，这两个位菩萨帮助释迦牟尼佛，啊，帮助这个阿弥陀佛教化一切菩萨们。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其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那下面，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啊，这两位菩萨，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啊，我们看注解。啊，注解里面说：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不是普通的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教化的区域，啊，那么此地说的三千大千世界就是指的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很特殊，啊，前面我们学习过，极乐世界是光明世界，弥陀佛光遍照。啊，世界有多大了？无量无边，无穷无尽。换一句话说，用我们的话来说，是全宇宙。啊，佛经上的话是，遍法界虚空界。极乐世界，它是说有法性，十方诸佛刹土是说有法相，法相是阿赖耶变的，叫有为法，就是它有界限，它有大小，但是法性呢没有大小，法性没有先后。没有先后，没有时间，啊，没有大小，就没有空间。它的时与空是无限制的，啊，所以我们的世界，实在讲是在极乐世界里面，不在外面。啊，阿弥陀佛在哪里？就在当下。我们有感，它就有应。有没有来去呢？没有来去。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这个是我们无法想象，也没有办法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但是释迦由他的智慧善巧，啊，他能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我们要细心啊去体会，不要着相，着相就错了。啊，只要一有着相呢，佛说的这些，我们就很难理解。啊，不着相呢，你完全明白了，你完全懂得了，你的受用啊！所以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是极乐世界的三千大千世界，极乐世界的三千大千世界是包含所有一切诸佛刹土啊！我们这个世界也在其中啊！所以观世音跟大师之间能量就大了，一切诸佛刹土里面众生的，他都能帮助我。啊，我们这一篇经最后，释迦牟尼佛特别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处所，遇着灾难了，遇着麻烦了，哎，你念观世音菩萨，菩萨帮助你化解。啊，这篇经最后，啊，所以它不局限一个佛国土，局限一个佛国土，那这个话就讲不通了。
啊，所以他是发心土，他是发心身，他没有去数，啊，没有大小，真的是变法界、虚空界。下面为我们分别介绍，先介绍啊，观世音菩萨，啊，又名观自在菩萨，玄奘大师翻译的《般若心经》就称观自在菩萨，啊，行深般若波罗蜜时，啊，就心经上说的，就是这一位观世音菩萨。那么前说呢，则观世人称念彼菩萨之名而垂救度，故名观世音。这观世音菩萨这名号怎么来的？啊，他观世人，这个世人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众生都称之为世人。啊，这些人有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那称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南无这两个字也是梵语，意思是恭敬，啊，敬礼，啊，归命，有很多意思。称南无。啊，有困难的时候，你念菩萨名号，菩萨就会帮助你，就能把你灾难化解。啊，这是观世音之心这个名号的来由。那么又称呢，观自在，这是遍观法界众生。这一句话就是我刚才讲的意思。啊，他能遍观法界，法界虚空界。啊，法界里面有无量无边无数诸佛刹土。我们在《华严经》《华藏世界品》《世界成就品》这两品经里面读到，啊，讲宇宙的现象，《华藏世界品》讲宇宙的现象，啊，《成就品》呢讲宇宙的来源来由，啊，宇宙是怎么形成的？啊，那么它能够遍观，着重在遍字，遍是一个都不漏啊。啊，法界里面众生随起机缘而自在拔苦与乐，这一句话了不起啊。啊，我们现前是法界众生，啊，我们的基根源，啊，我们的根基啊，是属于人道，在十法界里面，啊，我们是属于人道，而且是生长在现在这一个时代，啊，这一个地区，啊，接受啊这个地区的文化。啊，是中国传统文化。啊，早在2000年前，佛法传到中国，我们跟佛有缘了。啊，我们知道有这一位观世音菩萨、观自在菩萨，都是一样的，是一个人。
啊，我们了解这位菩萨有圆满的智慧，有无比殊胜的慈悲啊，慈悲就是爱心，看到一切众生有苦难，他看到了，不念他，他也帮助他。啊，念他的时候了，那更是要帮助了。不念他的时候，他看到了，念到就一定会看到。啊，不念就是，那有时好像还有收获，没有注意到。啊，一念的时候，他会注意到。啊，愿意喜欢他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把苦究竟的苦是什么？就是六道轮回。如何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这叫拔究竟苦。那怎么样才能得乐呢？证得究竟的佛果，那就乐了。啊，所以我们要肯定佛法是教学，佛法是平等。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上帝，没有天主。啊，没有政治这种现象。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地方很特殊。啊，只有两种人。没有四农工商。啊，两种人呢，一个是老师。阿弥陀佛是老师。另外一个叫学生。所有的菩萨是学生。啊，学生分三等。高级班化身菩萨，啊，明心见性的是高级班，没有明心见性的，啊，能断见思烦恼、尘沙烦恼的菩萨，这是第二等的，啊，第三等的了，我们一般往生的时候，没有证得把这个烦恼啊断掉的时候，见思烦恼那是第三等。就初级班，啊，所以它有高级班、中级班、初级班。高级班的十宝图，中级班的方便图，初级班的同居图。但是这个世界很特殊，啊，确实有这三种班，而实际上呢，通在一起上课，啊。三个班是没错，在一个讲堂上课，这就很特殊了。啊，你说我们这个地方，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决定不能在一个讲堂上课。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有这个本事，在一个讲堂上课。啊，每一个人听佛讲经，佛所讲的正是适合他的程度。那换句话说，佛是一音说法，高级班的听到是他们听的程度，中级班听起来是中级班的程度，初级班听起来是初级班程度，啊，个个都听懂，个个都欢喜，啊，个个都能不断向上提升。这个很特殊，啊，而且这个世界六尘说法，啊，说法的音声好像我们今天电视广播一样，到处都能看到，啊，无论你在哪个地方，你都能听
佛在那里讲经教学，真正是教学为先的。啊，我们从这个地方的时候体会到解决问题。啊，今天我们这个世界问题怎么这么多？啊，什么原因出现这么多问题？极乐世界没问题，诸佛报土里头决定没问题，那是什么原因？天天在教啊，阿弥陀佛教学没有中断过啊，法性深，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啊，极乐世界没有昼夜，它是光明世界啊，所有人身上都放光，树木花草放光，山河大地放光啊，本身放光，光明世界，他们有昼夜，人个个人都是无量寿，啊，那你要问他是什么道理？佛告诉我们，这是自信里的本有的啊，自信里面的智慧、光明啊，德能向好，因为障碍没有了，通通现出来了啊，你得到的是受用啊，你得到享受啊。真因是自性，自性里头本来居住无量无边的智慧德相啊，一切众生平等的，没有高下，没有闲余啊，无论在智慧、在德能、在相好，统统平等啊，只是我们现在不平等，是迷悟前身不一样，迷得深的就更苦啊，迷得轻的就显得快乐啊，其实那个乐不是究竟乐，必须破迷开悟才利究竟苦，得究竟乐啊，证得大圆满。观音是指很早就成佛了，他是以菩萨身份在极乐世界帮助阿弥陀佛教化众生啊，所以他得大自在啊，智慧自在，能量自在，相好自在，教学自在啊，是经验之，如法藏之心经六书曰啊，这个法藏是唐朝时候贤首国师啊，他的法名就叫做法藏啊，唐朝时候人啊，他不是中国人，现在是中国人啊，那个时候是西域抗拒过的人唐朝那个时候抗拒过不少
修行正果的人在中国成为中国这大乘八个宗里面的祖师啊，他是其中的一位啊，深受武则天的尊重啊。那么他有心经六疏，就是般若心经的注解啊，这里都是于四理无碍之境啊，四是现象啊，理是这些四所依的道理啊，你能够通达无碍，观达自在，这是智慧啊，你观看，你通达，你没有障碍，故立此名，这个名字就是观自在。又观寂忘旧，自在无色，这是大悲。观达自在是大智，自在无色呢，这是大悲。啊，所以叫观世音。观世音从大悲建立的名号，观自在是从大智立的名号。啊，所以前面这个解释呢是就智，后面的解释呢是就悲。啊，观世音是悲。此大菩萨与大势至菩萨是弥陀左右啊，是就是侍者啊，在弥陀左右赞佛教化，赞是赞助啊，帮助啊，帮助阿弥陀佛教化众生啊，俗称西方三圣啊，在贤教就中国大乘贤教里面说，大师乃阿弥陀佛之弟子啊，观音是指都是阿弥陀佛的大弟子啊，叫上首弟子。密宗呢，以为阿弥陀佛的化身。啊，密宗里面有净土，也有西方三圣。啊，但是密宗认为，大势至观世音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下面给我们介绍，啊，有观音本地。本地是说他真正的根本，他是正法明如来，就成佛了。如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说的，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一座佛境，他就成佛了，境是圆满，号正法明如来啊，他九缘界就成佛了，现在在西方化，那是真正的应化菩萨的身份，帮助阿弥陀佛啊！因为一个世界只能有一尊佛，
啊，不能有两尊佛。这什么意思？我们中国小朋友读的《三字经》，《三字经》上有一句话说：“教之道啊，贵以专。”啊，教学必须要懂得专心的、专门专一门的、你有成就啊。你要学个太多了、太杂了，就不能成就。啊，所以古时候教学是一个老师。啊，学两样东西，两个老师不会在同一个阶段、一个时段。啊，你跟老师学一样东西，学成我再学一样的，跟另外老师学一样东西，这个可以。同时不可以学有两个老师。啊，一定是一个老师。这跟现在教学不一样。中国古时候丛林啊，首座就是专门教学的啊，他只教一样啊，这一个寺院里头可以设有好几个首座和尚，但是学生教的时候上他课，他有专门一个教室殿堂，你只能学一样，不可以同时学两样。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度数千遍，其义自见。啊，一样的好处，你能成佛；两样、三样，你成不了佛了。啊，一门深入，你能得定。啊，所以佛家的教学是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教学的终极目标是帮助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才算是成就。啊，绝对不是说你学读的很多、记得很多、学的很多，不是的。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这中国古代人都知道啊，中国人不重视你记得多学得多，不重视，那是知识啊，知识要广学多闻啊，智慧不可以，智慧决定之，为什么？他修清净心啊，清净心生智慧，平等心生智慧，两样三样的把心搞乱了，生不了智慧啊，生知识生不了智慧啊，就东方求学是以开智慧为目的的啊，西方人教学是知识啊，知识不能解决问题啊，我们有缘参加联合国的世界和平会议啊，我在这个大会当中就看到了，不能解决问题啊。联合国这个会从70年代开始啊，1970年代的时候开始，每一年啊召集全世界专家学者啊来研究如何消灭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谐，主题啊，就这么一桩事情啊。一年开多少次？开了40多年了。冲突
没减少，频率年年上升。啊，灾害一次比一次严重，不能解决。啊，于是，这不是现前，十年前。啊，我第一次参加，我第一次参加是2003年。啊，就听到有很多会友深深在感叹了，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啊，还有一些国家领导人，我们见面呢，他也给我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法师，你看这世界还会有和平吗？啊，我听到这些话了，非常震撼的。啊，为什么？我们对于和平信心丧失掉了。我深深感受到，这个是今天社会动乱真正的原因，就是对和平没有信心。啊，所以最近这几年呢，我参加的就比较少了，啊，以前住在澳洲，代表澳洲大学常常参加。怎么解决？啊，那么换句话说，首先要建立信心。啊，科学多疑，把怀疑摆在第一，跟圣贤教育，跟中国传统教育完全相悖。啊，圣贤教育，中国传统教育，他要求的是第一个就是信心，不能有丝毫怀疑。啊，要真诚心、恭敬心、信心，坚定的信心，你才能学到东西。啊，你要没有真诚、恭敬，你学不到。啊，我有一次跟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长老聊天，啊，谈到我告诉他，我说我读古兰经，我是最虔诚的穆斯林。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要不是最虔诚的穆斯林，古兰经我看不懂。我读圣经新旧约，我是最虔诚的基督徒。那要不是真诚的基督徒，对于这个经典教啊，上帝有真诚的这种恭敬心，他所说的东西我也听不懂。啊，那么今天宗教教育为什么衰了？大家受了科学的洗礼，科学头一个叫你怀疑。我们会有怀疑，没有恭敬，没有真诚，所以经本摆在面前入不进去啊。关键在这里啊。
我们要帮助联合国的会友对传统文化有信心，怎么办？要做实验给他看。啊，2006年、2007年、2008年，我在中国安徽汤池小镇，办一个传统文化中心做实验，用《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这三样东西来教化当地的人民。这个小镇一共居民有48000人，我们实验教教看看能不能收到效果。但是教育成败关键在教学的老师，我们对老师的选择就非常重视老师要有品德，要有使命感，才能成功一定要先行其业，也就是我们要把这三样东西教给别人一定呢，这三样东西自己通通做到做不到人家不相信的就我要求老师我们办这个班目的是做给联合国看的，希望联合国这些会友看到之后对传统文化、对过去古人的东西升起尊重心不可以轻视他，那些人有真人智慧他们说没有科学，他们也许的科学比我们更高明，我们没发现的像《大乘经》里面所说的，近代量子力学家所发现的经典里面全讲到，比他讲的还透彻这个实验做成功，而且很快速做成功我们以为中国传统在中国国内至少丢失了200年了，再把它找回来也得快，也得要2-3年的时间，没有想到3-4个月效果卓著，当地人民良心升起来了，不好意思做坏事廉耻心出来了，这个太难得了我们的教学方法了，是老师先做到。我那个时候要求老师4个月，你们认真学习做到自己没做到不可以开课老师很难得，我对他们非常尊敬，他们2个月就做到了把这个信息告诉我，下一步怎么办？我就告诉大家，下乡入户，我们去表演，去做到看到人家的老人像自己父母一样，我们如何尽孝不做到不行去尽孝，去表演
老人感受到了，啊，中国传统的好啊，感受到了。自己后悔没有把小孩教好，他的儿女看到了，良心发现，觉得自己对父母不孝，我们这样表演3个星期，这个小镇就启动了，然后向大家宣布中心开阔，希望大家来学习，自然就来了。3个月，礼仪之邦，和谐小镇就见到了，人人都守规矩。我们老师带头，马路随便丢垃圾，我们的老师穿着制服，每天早晨到街上去捡垃圾，捡了一个星期，小镇的人不好意思再丢了，我不劝你，你丢我给你捡。做出来了，我们要不是身体力行劝人家，人家不肯相信，做不到的，必须自己带头，2006年的10月，我觉得这是老祖宗安排，让我们有机会到联合国去表演，把这桩事情去做报告。做3天展览，8个小时报告。让确实有效果，联合国这些会友，特别是各国驻联合国的大使代表们，深为感动，有不少人到汤池去考察、去参观、去学习。那么带动，现在大家对传统文化谈论的人多了，无论是在国内在海外，掀起这一股热潮，让我们证明了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人性本善，真的不是假的，人之初性本善。第二桩呢，证明了人是很好教的，就是没教。要想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只要把教育办好，什么事都解决了。这个教育是伦理的教育，是道德的教育，是因果的教育，是宗教的教育，这4样。宗教是神圣的教育。只要把这4个教育办好，世界和谐，所有一切冲突自然化解了。
啊，从个人的冲突、家庭的冲突，啊，一直到社会、到世界，所有冲突统统能化解。啊，所以这个实验做得很有价值。啊，汤池做了3年解散。啊，有一批老师在马来西亚。啊，现在我们在那边呢，建立一个汉学院。啊，继续认真努力来学习。啊，我们想搞汉学院，参观了伦敦的几个学校。啊，今年我们又访问了法国巴黎汉学研究院。啊，我们跟这些教授交流，啊，大家都愿意合作。欧洲的汉学，他们走的方向是做研究的工作，就是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是向这个目标。我们不是的，我们是古人这些智慧、理念、经验，如何把它用在我们现代社会，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向这个方向。啊，那么法国这些汉学家听到我，他非常惊讶。啊，正好那一天跟我一道去的吴念波董事长，啊，他用儒释道的3个根，在他公司里面的落实，真正做出来了。啊，他跟我让他现身说法，他是如何把中国古东西落实到现前的这个企业，啊，让企业的管理，啊，完全是员工自动自发、认真努力在做，啊，过去那些规章那些，通通都不再用。啊，说明真有效果，啊，真能做得好。啊，所以巴黎这个汉学研究院愿意跟我们合作，啊，我们也很欢迎，啊，我们互相学习。啊，佛法治国，现在有一个例子，斯里兰卡这个小国家完全用佛教治国，全国的人都受了3规5戒，十善八关斋戒是他们日常生活。啊，是个古老国家，佛教传到他那里，他们全国人落实，到今现在2300年，所以我们到那里去，等于说回到2000年前的社会，那个社会非常可爱。啊，物质生活是很贫乏、落后。人民快乐。
啊，你看人民，他受无戒十善落实了，啊，人民不杀生，不偷盗，啊，不邪淫，不妄语，啊，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贪，真的没有贪心，啊，跟人没有竞争，啊，没有竞争的观念，啊，没有这个贪欲，知足常乐，啊，每一天接受的是经典的教育，这个小国家人口就有2000万，啊，75%是佛教徒，啊，他们的佛教徒不是口说的，他做到了，啊，家家户户都做到了，每个人都做到了，啊，佛教的教育叫特别发达，啊，星期天上午，每一个人都要接受佛陀教育，啊，就是学习经典，啊，寺庙10000多个寺庙通通开放，啊，星期天的上午，群众都到这边来学习，啊，法师个个都是老师，每一个老师都能言善道，啊，所以他们的人民不但戒律持得很好，而且对于佛经的教义啊，都能够懂得一些，他不迷信啊，这么样的一个国家了，我们以前不知道啊。啊，总统带头，啊，我在总统府用2个小时讲一段经文。啊，总统带着文武百官，啊，三军的高级的这个军官，啊，还有学校的代表，啊，这个群众代表，2800人在总统府讲这堂课，啊，我的课是在下午讲的。啊，上午的时候还做了一场30信念，因为他们过去有30年内战，啊，超度双方在战场上丧生的这些官兵，啊，以及无辜的人民，啊，总统的夫人代表念想，啊，陪同的是三军总司令在总统府做法会，那我们佛教这种佛寺活动啊，在这么高这个特殊的这个环境里，大概是第一次，过去没有过。啊，总统每一天都做早晚课。带头重要啊，国家领导人带头啊，全国自自然然就模仿，就效仿。啊，我们看下一代，看小孩，一个一个面貌都很有福报的样子，这小孩有福。那看出一个国家的前途，啊，人人守法，人人没有贪心，这个太重要了。那人人都说老实话，没有妄语，啊，教育，宗教教育确实要从持戒做起，
持戒要从不妄语做起。啊，要说真实话。啊，不杀仁慈。啊，不道是义也。啊，不淫是利也。欢喜学习，认真学习，这是智慧。啊，他们原来是大臣，我们看到留下来很多大臣的遗迹，啊，石窟保存得非常完整。啊，中国的石窟都破坏了，啊，他们还能够保存2500年，啊，里面的雕像没有被破坏，啊，我们在那看到是佛像、菩萨像，这就说明他大乘，啊，很少看到阿罗汉。啊，我看了之后感触很深，希望把释迦牟尼佛的遗教啊，49年所说的，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啊，宗门教下通通都能够复兴起来啊，在这块土地上啊，建一座佛教大学啊，也希望全世界宗教能够团结，能够回归教育，能够互相学习。啊，带给这个世界的社会永续的安定和平。宗教对人类做出真正的贡献。那么要办一个宗教大学啊，建立一个中心活动中心啊，全世界宗教可以在这边办活动啊，中心的形式我们用饭店，用大饭店这个形式啊，这样可以长时期办活动，减少啊成本。啊，他们问我，这饭店办几星期的？我告诉大家，3星期就可以。啊，干净，舒适。啊，这个很重要。啊，尽量避免奢侈豪华。啊，建筑，我们要求的是朴实、坚固耐用，以这个为主。那么现在，总统发起，真的要干。很难得了啊，你真干我们就支持啊，佛教徒支持你，全世界宗教徒也会支持你，将来真的是全世界宗教活动中心
啊，宗教对于世界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那么这桩事情现在在进行当中，啊，我们接着看底下的经文，啊，这是大悲陀罗尼的经文里头说的，啊，观世音菩萨过去已经成佛，号正法明如来，大悲愿故，为于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众生故，现作菩萨。啊，他现在极乐世界，他的身份是菩萨的身份。啊，事先做菩萨，等于说他过去曾经做过大学校长，现在校长不干了，到这个学校来担任教授，就这个意思。啊，他真的究竟圆满。啊，实际上他是成佛了，跟阿弥陀佛无二无别。啊，现在在极乐世界，在这个学校，学校只能有一个校长，不能有两个校长。啊，这个代表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表这个意思。啊，所以诸佛如来到极乐世界去，要帮助阿弥陀佛通通现菩萨身份，啊，来给这些学生们授课，又观音三昧经云，观音在我前成佛，名正法明如来，我为苦行弟子。这个里头的我就是释迦牟尼佛。观音三昧经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他在这个经上说，观音在我前成佛，啊，他成佛比释迦牟尼佛早，啊，早就成佛了。他成佛做佛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是苦行弟子，啊，是修苦行的一个佛弟子。啊，又熟楞严经云，观世音菩萨于无量劫前，时间是用劫做单位的，不是年，于古观音如来，啊，这是讲我们现在说的观世音菩萨，啊，他在无量劫之前有一尊观世音如来，啊，他是观世音如来的弟子，啊，受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法，从文思修入三摩地，梵文自信得无上道。楞严经上这几句话很重要，
把观世音菩萨的由来为我们说明白了。啊，这个人的修行也是无量劫，啊，在古观世音如来，啊，这就是他的老师，在那个地方受，啊，接受观世音如来的教诲，啊，如来传授他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啊，传法给他，啊，他就修这个法。这个法门是从文思修入三摩地，三摩地是禅定，文思修叫三会，菩萨所修的，用这三个字来代表。闻是接触，啊，眼看也叫闻，耳听也叫闻，身手接触都叫闻，啊，就用这一个字来代表，啊，代表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啊，用一个做代表。啊，思是明了。啊，不是真的去思想。一接触就明了。啊，这是真的明了。啊，通过思想不是真的明了。通过思想就染污了。啊，不通过思想是真的，用真心，不是妄心。那修是什么？修是一切的障碍烦恼通通不起。啊，为什么呢？你没有通过思考，烦恼从哪来？烦恼从思考来。啊，所以这个地方的思，一般世间人有问题必须要思考他才明了，所以思代表明了，明了，但是不能有思的这个行为。啊，所以这个思的意思很深，千万不要错了，不要搞错了。啊，我曾经早年啊，是大概40多岁，将近50岁的时候，我在台湾大专佛学讲座里面担任教学。啊，有一天有一个学生来跟我说，他说：“法师，我今天听这堂课，听完了，我下一次就不来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听了2年了，啊，我不想再听了，我听到懂得很多了。”哦，我就想到，啊，听了2年了，是不是回去去研究？这是的，啊。我说你学菩萨的文思修，对，我学菩萨文思修，啊，我就告诉他，你这个2年所听的是胡说八道，
你不听了，回家去胡思乱想。胡思乱想一阵之后，你忙修下力。我说你把文思修完全解释错了。文思修是菩萨修的，戒定慧是罗汉修的。啊，你没有从戒定慧，你哪来的文思修啊？文思修是高等修学方法，不是初学的。你才初学，戒定慧都没有搞会，怎么去搞文思修去了？啊，所以那一天那堂课呢，我就把文思修三个字讲清楚、讲明白。啊，下课的时候问他，下次来不来？来，来就对了。啊，可不能把这个东西搞错了。啊，真的很容易引起人误会，啊，一定要讲清楚，啊，所以接触就明了，明了就是思，明了就不迷惑，不迷就叫修，啊，所以它是一桩事情，文思修不能分开的，啊，接触明了不迷，啊，从不迷上说是修。从明了上说是思，从接触叫闻，这么个意思。啊，菩萨三会呀，戒定慧，你看小乘三学，啊，菩萨三会，啊。观世音菩萨用文思修的方法，这是真智慧啊！言接触明了不迷，而接触而闻明了不迷啊，比修相。舌肠胃啊，眼耳鼻舌身意啊，接触外面境界就明了就不迷，这叫文思修啊，入三摩地，三摩地是得定啊，这叫三昧，这就是金刚三昧法啊，这你入三摩地，他就是得到了证得了金刚三昧啊。于是他在日常生活当中梵文自信得无上道，要成佛了，证得究竟圆满啊。文自信是见性，用眼叫见，明心见性，观音菩萨是修耳根，所以叫闻啊，闻声见性啊，他是闻心见性啊，什么方法都能见性，每个人根性不一样，秘诀呢就是专一，不能分心啊。今天胡晓林居士在此地，你们跟他见到了啊。他昨天晚上跟我谈这几年学起心论啊，我教他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你读这个独立部论，看注解，懂不懂没关系啊，不需要懂，你就是一遍一遍看，遍数越多越好，真正遍数足了，得三昧了，豁然就开悟了，他尝到这味道了，他这个法子太妙了，真妙，古人传的，中国过去啊，儒释道的学人都用这个方法，所以有成就啊。
现在人不懂这个方法。啊，涉猎东西很广，看的很多，全修的是常识。常识就是知识，知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它有局限性。啊，智慧也没有局限性，没有后遗症。啊，知识有局限性，有后遗症。啊，知识呢？知识一定是一门深入。啊，越深，你才能得三昧。得三昧之后，开悟了，他的梵文自性就是开悟了。禅宗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得无上道啊，这么个意思。啊，入三摩地得定，梵文自性开悟了。啊，观音菩萨是这么成就的。啊，无论在哪一部经论，哪一部法门，啊，实在讲，古兰经能不能明心见性？能。啊，新旧约能不能明心？能。只要你一门深入，你不要搞太多，不要太涉猎太多。啊，你只一生就这一样东西，啊，根利的，两三年就开悟了。啊，普通根性的人，在我们佛教历史里去看，啊，三五年开悟的，十来年开悟的。二十年、三十年开悟的，还有五六十年开悟的都有啊！啊，只要你真守住啊，啊，开悟有早晚，那是个人根性不相同，与环境有关系。啊，所以真正修行人为什么找深山、人迹不到的地方？那环境可以帮助他减少外面的干扰，现在人很难开悟。啊，为什么呢？最大的干扰知道是什么？手机。这个东西魔王，一号魔王。啊，他叫你时时刻刻不安。啊，你真正想心清净，这个东西要丢掉。哪有那么多废话好说啊？啊，什么事情最重要？清净心重要啊，不受外的环境干扰重要啊。啊，把重要的事情忘掉了，啊，不重要的事情天天念着，这怎么能成就？听经都听不懂。啊，天天听都听不懂，啊，丢掉，啊，电视别看，啊，你看我五十年了，啊，电视、报纸、杂志，啊，信息，边都不沾。每一天天下太平，没事，人家说灾难，我这里平安了，没事。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啊，世界各地方朋友到这来访问，啊，不亦乐乎。啊，所以，在现前这个时这个环境里头，我们依然得到安宁。得到快乐，啊，不受这个境界干扰，这一点重要。啊，哪里有缘哪里去。啊，随缘不攀缘。啊，这样就好。
啊，真成就一定住一个地方。啊，我一生没有道场，到处流浪。啊，所以流浪了几十年，在香港很难得。啊，一个老同学。侯泽林居士，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的演讲，1977年，讲了4个月，啊，每天晚上2个小时，他每天来听经，没有中断。啊，我每一次到香港。我们都会碰头。前几年我生了，啊，那么他在石冈有一个居址，是乡下，就六合院。啊，嘱咐这太太要把那个地方供养给我。我去看了，很适合，环境很好。啊，住在那里听不到人声，也听不到车声，啊，很安静，啊，所以我就把它接收过来，啊，我说我可以定居在香港，啊，讲经有这么一个小地方够了，啊，这个地方不是道场。啊，是由10几个同学，每一个人在此地买一栋房子，大家住在一起，互相照顾。啊，那么家里也都不要烧饭了，我们吃饭在一起，省了很多事情。啊，它不是一个道场，啊，都是一些修净土的老同学。聚在一起，啊，是末法时期一个特殊的环境，啊，建立道场也非常不容易，我也不敢尝试。现在年岁大了，只有一个念头，念佛求往生，其他的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啊，什么妄想也没有了，啊，马六甲建汉学院，斯里兰卡建大学，啊，建活动中心。我是请他们总统去见，啊，2个大学的校长，我推荐总统担任校长，啊，我替你宣传，替你介绍，啊，全世界的善心人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好在2所大学。经费不是太多，啊，我给他的骨气，大概有6-7千万美金就够了。3个建筑的成就，2个大学，一个活动中心。就一个大饭店，啊，这个大饭店就是2个学校经济的来源，啊，它可以经营的，可以有收入啊，这个收入供给2个大学做经常费。啊，
能长期维持下去啊。但我们给他想到这一点的，啊，那么这是观世音菩萨啊，他怎么修成的，跟谁学的，师尊告诉我们。下面是观经，观无量寿佛经，为大士顶上圆光，圆光当中有五百化佛，如释迦牟尼；夜夜化佛，有五百化菩萨，无量诸天以为是者。观世音菩萨顶上圆光当中啊，我们后面这个幅画是江一慈教授啊画的西方极乐世界妙国土啊，当中是阿弥陀佛，两面就是观音世界啊，圆光当中，这个妙果画不出来呀。啊，地狱变相图他着色了，这个不敢着色。啊，为什么？诸佛菩萨的境界，不是我们凡夫能想象的。啊，所以完全用本妙。这里头都有很深表法的意思啊，圆光里面有五百化佛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每一个化佛呢都有五百菩萨啊，有无量诸天围绕在四周啊，作为呀侍者，这是法相的庄严。又眉间好像啊，眉间摆好，被七宝色流出84000种光明，每一种光明里面有无量无数百千化佛，每一尊化佛呢有无数化菩萨以为是者。他们在干什么？佛在讲经教学，菩萨在听，啊，听闻大法，从这个声像里面，你就能见到啊，我们用现在的话说，佛教最重视的是什么？就是教学。你看到每一尊佛，每一尊菩萨，无不是把教学摆在第一位。教学为先的，
啊，所以佛的国土，我们只看到两种人，释迦没有介绍其他人，一个是老师，啊，讲经说法的人，在听众，听众里面高级班的菩萨，中级班的声闻缘觉，初级班的诸天人民，于是乎我们就明了了，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阿弥陀佛的教育办得好。啊，如果我们地球上有一个国家把教育办好了，他在这个地球上造成一个极乐世界，可以给大家做榜样啊。怎么好啊？教育办好了，啊，我们在斯里兰卡，我最欣赏的、最敬佩的，就是教育。啊，这个国家小孩没有失学的，为什么？他们小学、中学、大学教育全都是免费的。国家负担，那不需要交学费的。啊，学生的衣食住行，国家发起。啊，所以他们服装是一样的。啊，你仔细去看，他们吃饭，饭菜完全一样。这一桩事情，我从小就想到。我记得我14岁，啊，失学了。为什么失学了？交不起学费。啊，家里贫穷，交不起学费。啊，没有办法念书，自己要去找工作。啊，我14岁出来做童工。啊，那么在斯里兰卡就没有这个样子了。我就想到，我是因为啊，家庭经济困难失学。如果在学学年这些学生啊，不必交学费，啊，国家来办多好。没有想到，在斯里兰卡看到啊，我问总统。我说你们政府的开销最大的项目是不是教育？他说是的，一点都没错。啊，政府开销最大的教育，这教育办得好。啊，社会上固然是有贫富不均的，但是小孩受的教育、衣食住行，啊，完全平等，没有攀比的现象。哎呦，你家有钱，我家穷，没有现象，平等。啊，所以国家在育幼啊。啊，教育是国家管的，国家负责。啊，一般国家的时候，
多半都是在竞争啊，军备。斯里兰卡没有，他们把教育摆在第一啊，而且现在教育里头，伦理没有了，道德没有了，因果没有了，不讲这些，只讲科学技术啊，造成今天社会动乱啊。斯里兰卡的教育完全着重在伦理、道德、因果、宗教啊。他们虽然是全国是佛教啊，也有其他宗教啊，有伊斯兰教，有天主教，有基督教，有印度教，都能够和睦相处啊。他们国家的宪法，信教自由啊，每一个宗教都平等。我倒能去访问啊，其他宗教的这些长老们，我都跟他们见过面啊。所以宗教大学建立在这个地方，总统心量大了，能包容啊，啊，能以平等心啊爱护啊，护持，不仅是佛教的护法，它是所有宗教的护法，这个很难得啊。中国唐代的时候啊，这个唐太宗啊，这个人心量大，他做皇帝的时候，基督教传到中国来了，伊斯兰教也传到中国来了，以平等对待啊，道场都是国家下令建筑的啊。我们在北京看到清真寺匾额上赤剑，那就是皇帝下命令建立啊。这个是宗教教育得到平等发展传播啊，这是好事情。我们在佛教经典啊看到佛用什么方法解决社会上所有的问题，一切的问题，他就用一个方法，教育啊。这一个方法做好了，什么问题全解决了。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古人所谓天下本无事，容人自扰之啊。这句话意思很深的。那天下自从哪呢？就是容人来的。如何把这个容人变成智慧的人？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这就是要靠教育了。啊，所以小孩从小就把他教好。啊，都是贤人君子，不是繁荣之人，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啊，古人的话意思很深，很平常的话含很深的意思。啊，我们也相信古人，相信我们现在不如他。啊，为什么？古人的心比我们近，我们现在的心比古人乱，你相不相信？啊，清净心生智慧，这妄心生烦恼，这就不一样啊。古人心生智慧，我们现在人心生烦恼。那为什么妄念多？杂念多啊，古人没有。啊，古人的教育有能力把儿童的天真烂漫保持到20岁。啊，当然不是多数的，少数。但是保持到12、13岁呀，那是多数。也就是说12、13岁没有被社会污染。天真烂漫的。啊，也就是什么真心呢、啊。他妄念少。他分别少，他没有是非。现在不行啊，现在小孩不到1岁，他满脑袋胡思乱想，从哪里学来的？从电视学来的。啊，5、6岁了，他就学电脑了，他就搞网络了，所以心浮气躁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单单我们真正认清楚了。清净心、平等心生智慧，啊，杂乱的心肯定生烦恼。古人教学是一门深入，保持清净平等。现在学生的时候是许许多多功课一起学。他脑袋的是杂乱，啊，是无法承受。啊，所以他就妄想，他就杂念。啊，从儿童时候就开始有了，而且这时候快速的成长。啊，这就是他接受电视教育、网络教育。那么电视、网络教的是什么东西？杀盗淫妄。啊，从小他就学会就扎根了。以后长大了怎么办？啊，从儿童所受的这些教育，我们就知道社会问题的严重。好，那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好。
谢谢大家。